一天我的声音可以在广播剧出现，婆婆会听到，那么是多么的感动的事情。放手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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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哋两个系咪瞒住我？朱美婷，你讲。当然失恋啦，今次得三个月噶咋？对唔住啊 ，Kelly， 事情发展得太突然啦，我同志安够啦，朱美婷，你不停叫我同志安分开。你仲话佢唔适合我，你话佢唔值得我为佢努力，原来一切都系为咗你自己，原来你一早就中意咗志安噶。原来呢一切你都系为咗自己，原来你一早就中意咗志安。我同你撑唔住啦。阿嗰个小青啊，帮我开门俾个客啦。Baby， 你边？